拼才会赢。金马影帝陈松勇对抗病魔多年，希望好好走，享受80岁。我不会死啊，奇怪嘞。金马影帝陈松勇对抗糖尿病多年，始终坚强面对。一个月前身体出状况入院，医生评估喜胜可维持生命，但他好友透露，永北决定让自己好好的走，于17日下午3:07病逝于长庚医院，享受80岁。两三天还没看人，你早就走去了。永北1970年出道，1989年演出侯孝贤执导的《悲情城市》，当时跟他同辈的梁朝伟都报名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陈松勇，永北不仅入围，还一举封帝。我拿不到，我摸一下。在拍摄《悲情城市》的时候，我的工作伙伴们给我一个外号，叫做“星星”。我想大概是导演侯孝贤的外号叫“猴子”。要感谢的人很多，我会一一当面向他们道谢。我会带着这匹马，请他们喝酒。爱拼才会赢。我要以德服人。对，要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呐、啊！封帝后曾赴香港演艺圈发展，接拍电影方式欲留下经典名句。而永北常在戏剧里扮流氓，给人反派印象，但私下非常豪爽，好相处。40岁正刚准备瓦零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不好用啊！很多人一直以为我是不认识字的流氓，其实我书读很多，我是后来才学国语这样子。哦、流氓的这个是因为我以前都演反派流氓的，其实大家以为我流氓，其实我没有，我在这个演艺界20几年了、没有跟人家有纠纷。2000年他因病淡出演艺圈，偶尔才会活动露脸。走路还不错，但是手还是不大行、但是会一直努力让它好，希望大家、以我为戒啦，尽量少摄取糖分。他今年生活都有外籍看护照料，把他视作自己的女儿。室外哦，感情好吗？好啊，他叫我爸爸，给他很多钱，我家里的钱随便他花。没有80几岁的，过年才80的。两个小孩子，我没有结婚，怎么会有小孩？你以为我像你一样？外面很多，包红包，那当做男子，那不对，太幼稚。